大哥的女儿，然后要什么性感腰腰，然后又要很精明。新一代的黄金兄弟啊，这是我们台湾的优秀的两位新演员。太完美了，所有的女性观众都要垂涎三尺。来，五位请看前方，欢迎欢迎，请我们五位兄弟呢，先大中啊很难凑哈、啊，要如何在不同世代当中呢，立足的前辈啊。导演，你要再次迎接啊，前辈、啊，没有了，导演你坐，你坐。好，现在是在影集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再次的合体了。小轩的气场一向非常强大，而且很百变啊。从过去的形象，其实他也拍过许多的电影，不管是文艺片也好，或是香港啊、很有气场的女王驾驶，给我们一个朋友做一下正常，就是面对子谦这样子的一个怪咖，这也是另外一个难题哦。会有，对不对？对哦，你现在跟他对看十秒，我们看看，试试看那个火花。来，不能笑场的啊、哦。OK 哦，看可以撑不到四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是不管了 ，OK 了，专业演员没在怕的。谢谢几位的分享。好，王翰，因为那个大哥的女人，然后要什么性感腰腰、然后又要很精明。试妆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尽方法教我怎么穿高跟鞋走路。他还给我一个 idea 说，因为我在走，然后就说会不会扭屁股会走得好一点？然后结果我就发现，好像会比较稳，扭屁股好像可以走得好一点。